在现代社会里，人们远离了自然，生活在嘈杂脏乱的环境中，再加上对物欲的无尽追求，内心往往会有强烈的失落感。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摆脱外在环境的限制，那么不妨追求内心的宁静安详，所谓境由心生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恭请圣严法师为我们开示如何安于简朴的生活，以追求内心的自在喜悦。这个问题是非常的难于解答，也难于来给他处理的解决的问题。因为我们今天要简朴也简朴不起来，比如说我们没有电灯就不能过日子，没有电冰箱就不能生活，我们不乘电梯啊，就上上下下就成问题。所以电器的设备使得我们人类啊，到今天呢，失去了自由自主自在的生活习惯和能力。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所用的种种的设备啊，都是非自然的，都是人为的制造出来的。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边，希望它简朴恢复自然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那我们现在的生活啊，已经没有办法回归自然，自然呢已经被我们人类彻底的破坏了。我们逃到哪个地方，哪个地方都是被破坏的。我们就是到了高高的山顶上去，山顶上有时候也会遇到酸雨啊，那就是我们人制造出来的空气太污染了，所以风一吹雨一下就变成了酸雨。我们人类已经是在彻底的破坏我们这个大自然。我常常想，如果在500年之后再回到这个地球上来，我们看到地球的这面貌究竟是什么样？不要说是500年呢，我们离开台湾呢，10年以后，你再回到台湾来，你就不认识台湾，一定是这个样。可是呢，到的比如说澳洲、纽西兰那些地方啊，自然风光还在。我到欧洲看到的自然风光还在，我到了南美洲看到的自然风光还在。但是呢，那些地方啊，也在被渐渐地开发。是谁去开发的呢？是文明世界的人跑来去开发，他们当地人不开发。这个森林一片一片地把它砍掉，然后就变成养牛。这个牛养了以后，这牛奶牛肉就是给文明人吃去吃，而那当地就变成破坏掉。所以我们呢，今天要恢复到简朴很难啊。不过呢，我们在万丈的红尘之中能够保留自己内心的一片简朴的清净的自然，就可以呢少受一些环境的污染而使我们自己苦恼，也减少对他人呢增加的困扰。这个我们呢用佛法可以做得到的。虽然我们人在火灾之中，但是呢心中能够保持宁静清静的，虽然我们的身体可能也会被烫伤烧伤，或者是呢也会烧死，可是我们的心呢还是保持能够安定的平安的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仅仅可以做得到，而且呢，一定可以做得到，只要我们努力的话。
不过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能够啊少一些欲望，少一些追求，少一些贪得无厌，那为自然呢多保留一份自然的资源呢，这个我们就可以使得自然界的环境可以少一点破坏。比如说我们少用一些纸，那树就少砍了一些，我们呢少用一些水，就少用了一些电。我常常讲人的需要是不多的，可是人想要的太多了。男人呢有一个女人太太就够了，可是好多男人呢有了钱以后啊，一个太太不够，要有两个三个四个太太啊，越多越好。有这样的事吗？不是那么多的人有这样的事，但是呢钱多了的人，身体还是蛮健康的人，他会有这种欲望。所以需要的不算是罪恶，可是想要而不是你一定需要你去追求的，这就变成了罪恶。我们呢对大自然对大环境我们能够帮助什么，只有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少浪费，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节省节约，还有呢把我们的自然资源能够啊反复的重复的使用到不能用为止，它就变成了自然的肥料，或者是自然的又回归自然的物质，并不是变成垃圾。垃圾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全部用完了而把它丢弃，就变成垃圾。如果重复的使用到最后，那不是垃圾，那就变成了自然的，又是回归自然去了。所以我们呢能够这样子有这种认识呢，也就是我现在从啊说心灵环保，然后呢再延伸到我们的生活环保，然后延伸到我们对自然环境的生态的这个保护保育。那这个可以讲就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的。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过得下去呢？一定过得下去啊，可以过下去的。我想这种观念呢在我们国内还是希望能够多多的推广。